今天在收购这边办法会也有它的意义。他们问我说，阿伯，我下面的题目难道要叫出家与吃素吗？当然要改成美丽与财富啊。所以当然在佛教有一句话，阿伯好佛进境，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水就水，好家就好家。然后呢，学佛以后要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哎，黑不矮，黑不厚，黑不厚。但基本上出家故啊，要做菩萨，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怪个水，怪个好家，不然怎么度众生呢？啊，所以我想佛教讲了，动机最要紧了。所以我刚刚我提早来在一楼，哎呀，就睡，哎呀，很多化妆品，还有漂亮的小姐贵妇们呢。啊，当然我们副总就问我，哎呀，师父来百货公司不习惯？我说不会的，外表不习惯，心里面很习惯，因为是怕别人看到我不太习惯。啊，师父你来家要创啥呢？啊，如果人家问我，我们多众生啊，啊，所以我们佛陀制定我们这个外表也很好啊，啊，引起人家注意。所以我的师父，我记得我刚出家，他就是要我，哎，你每天要穿得很整齐啊，要微笑。我这人就不像爱求啊，要微笑，要讲话。偏偏我这个人不喜欢讲话啊，但是呢，每天就叫我去某赶快的餐厅去加班，加好难看呢啊，要带着微笑。为了什么？不是你喜不喜欢，而是为了要推动佛教。就像一尊观音菩萨，一尊地藏王菩萨，我们要把它推出去，要把它推出去，啊，同或者踩在十字路口让矿也丢了，啊，然后呢，让别人见即解脱，要让他看到，像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法门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就可以发菩提心，你只要想到我，就可以消除灾难，你要念到我的名字，那不得了了，啊。去除14种部位痛苦，所以站在菩萨道，我想今天大家到受过来谈这个题目，是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要漂亮，要有钱。为什么？但是这个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啊，不是为了凸显自己，啊，所以今天。你身上随时有很多钞票钻石，太好了，你可以随时救苦救难啊。今天你的外表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么庄严啊，那每个人都会注意你，那透过注意你，然后呢把这个方法告诉他，这个人要怎样缘投搁水。所以我等下讲这个故事。在佛陀的时代，有一天有一个20几岁的国王，这个国家非常有钱，20几岁就做国王。不但如此，这个国王比查某囡仔更加水，他的皮肤比女人还美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女人还是男人？他是个国王哎。然后来拜访佛陀，那佛陀就给他说了四圣剃法，对着已经拥有世间财富的跟这么庄严的，那他进一步要追求什么？他就要追求解脱。所以佛陀跟他讲四圣地法，等一下再说。然后呢，这个国王听完以后就开悟了，正着出国，高兴了。正着出国不一样了，五官发亮，不敢换了，就很高兴的回去了。那个时候佛陀旁边的弟子阿难就问佛佛啊，这个年轻又美丽的国王，听说国家很富有，他上辈子造作了什么样的大大的善业啊？各位这紧要紧啊，佛教最大的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啊解救的方法，就是因果可以创造命运。一个人你这一辈子得到了，都跟你过去的行为有关系。虽然够不及本来行为反作用力，啊，对了，我们对待别人对待世界的行为反作用力。所以每个人特别菩萨都要问这个因果如何像他一样。然后所以阿难问佛了，佛就讲了，这个国王上辈子是一个贫穷的农夫，每天他都要去种田，
而且太阳很大。然后呢，他有一天准备了一罐青草茶，因为天气很热啊，要降火。然后准备中午种完田，很热，喝喝退退火。然后等他中午种完田很热，准备坐下来喝喝啊青草茶的时候，刚好看到四个比丘尼从那边经过，撸囧了出给了啊，因为这个四个比丘尼，他们呢出去托钵，但出去托钵，那个时候印度有一点只尊敬男众，不太尊敬女众，所以他们四个那一天没有托钵啊，没崩驾，但是他们还是很有威仪的，慢慢的，郭扎郎讲罗不是两个两个走聊天的，他们是一二三四这样啊，各位如果去缅甸就看得出来啊。排队的一二三四不聊天的，看着这边的肩膀啊，这样走，非常庄严的走过去。结果走过去以后啊，这位农夫看到了，哎呀，四个师父走路好庄严啊，他起了恭敬心。他本来紧拉在里面起超得，他就干脆跪在路边哦，跪在路边啊，啊，等那四个比丘尼走过来，他跪着啊，师父慈悲啊，天气好热。接受我微薄的青草茶供养，喝不喝啊？啊，这四个比丘尼哦，善哉善哉，谢谢谢谢，因为他们肚子很饿啊，但是又饥渴，接受了供养。啊，接受了供养以后，那个时候农夫头抬起来看，哇，师父，你们好美哦！哎、因为年轻的女生出家，皮肤很漂亮啊。啊，他那个不是欲望，他只是说，怎么？师父的皮肤这么漂亮，那个内心的恭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啊，然后要跪下来磕个头，啊，把这个水布施出去，然后比丘尼喝完水就离开了。那佛陀就讲了，那个年轻的啊美丽，国家又有钱的国王，就是那个农夫啊。为什么做国王？因为他虔诚的跪下去，这样子的虔诚的反作用力。礼敬三宝反作用力，所以他现在做国王。他为什么皮肤这么美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对四个比丘尼的外表起了恭敬心，哇，师父皮肤好美哦，啊呢，所以他现在皮肤啊比女人还美啊。再来呢，他把他唯一的七钞得拿来供养，所以呢他所处的国家最有钱。所以我想每个人要制造一个未来，那你就要懂得佛教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所以昨天我想大家都有去参加供佛在身啊，那还得了啊，五千个出家人你跪一下，师父啊好庄严，你要做五千遍供啊，你看他们恭敬的跪下来，师父供养红包，这还得了啊，舍一得万啊，供养这么多食物啊，那不得了啊。所以我想福田第一个世间福田是什么？爸爸妈妈啊，所以我妈妈住台中啊，所以我昨天特别去买了很多很好吃的，哎，虽然要超度要拜因呢，活的也要拜啊，对不对？我去买了很多很好吃的，去供养我妈妈，一包红包厚厚的供养我妈妈，对不对？因为我出家人，出家人更要孝顺父母嘛，这个是我世间第一福田嘛。我发觉我这样做以后啊，哎，我心情就很好，心情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昨天晚上又跑去超度了，棒球场里面超度了啊，买了两份，一份供养活的妈妈，一份替你报喜超度嘞啊！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种福田的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目的，希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这个影响力不是想要得到什么王位，就像今天一样，愿意各位都来参加法会，得到佛法的利益嘛，啊，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也帮助不了别人。所以昨天下午我在演讲啊，我特别一个主题就是忍辱不嗔恚，啊，还有一种不要花半毛钱就可以让你又美丽。有财富了，就是卖 keep 配兵，不生气，啊，那个力量非常大了，啊，所以佛教讲呢，报喜的功德就大，
但是什么比布施功德还大？就是守持戒律，我不去伤害众生。什么比布施跟持戒功德更大？就是修忍辱，能够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大忍辱功德，那你的力量特别大。像早上跟小朋友开示，佛陀的脸，为什么我们一辈子看过一次，永远都忘不了？甚至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佛陀的脸，很奇怪，自动的跪下来，因为过去世都只要看到佛陀的脸就永远忘不掉。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国王就是这样，他看了佛陀的脸以后，整个月都没办法忘记，随时都在想佛陀的脸。就像我们很喜欢看月亮，十五的月亮这么庄严啊，谁都喜欢看月亮。那这一位小王子就问佛啊，为什么我上个月看了你的脸以后，那龙棒北我都棒后被给这么庄严，一直想着你的脸？佛陀讲了一句话，来跟我念一下，来，可称之处不起嗔恚。这一件事情你本来就可以生气的，对方无理嘛，但是可称之处不起嗔恚，我不生气，然后呢，那你就成为佛陀的脸，怎么样？百看不厌啊，如黑暗的月亮一样，具足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想，我现在因为有手机啊，很多人都传简讯给我，现在传图片都是传了很多，都传佛陀的脸啊，只要世界哪一个角落出现了一张佛陀脸很庄严，大家都传来传去啊。各位，佛陀的脸美不美丽啊？太美了啊！阿弥陀佛的国土黄金做的，财富多不多啊？多啊！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圆满能够利益众生的人，这些一个基本的条件，美丽与财富，还要健康与长寿。所以在我们的经典里面，发心要做一个菩萨，要有八法成就，八法成就很重要。好，那人差不多了，我们要法会开始了。我多少写的单狼来呢，今天提早到了。好，大家开始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愿发菩提心，愿修慈悲心，愿体证空性。唵嘛呢叭吉利哄。两句故为相应说的，就是说你现在进到娑婆来，你要把娑婆观想，在佛教叫大宝广博楼阁，很高的一栋房子，里面充满了诸佛菩萨黄金珠宝，这个叫唵嘛呢叭吉利哄。然后我们现在进到这里面，每个人都得到诸佛菩萨加持，然后呢充满黄金珠宝。不但我们呢，今天下午进来收购了，通通中奖，都等于进到了大宝广博楼阁。更重要的，这个 Om Mani Fajili Hum， 凡是在这个大宝广博里面的所有人，如果里面有孤魂野鬼，今天也超度，叫 Om Mani Fajili Hum。所以我们在超度一定要念这个咒，所以我们现在观想收购变成大宝广博楼阁啊，里面充满黄金财宝，众生个个得到解脱。来，唵嘛呢叭吉利哄，唵嘛呢叭吉利哄，唵嘛呢叭吉利哄，当愿众生永离三途，得大财富，个个成道。唵嘛呢叭吉利哄。好，请放掌。而且经典说，念这个咒的时候，眼睛最好不要闭起来，要看着对方。那对方在生病的时候，对方造了很多恶业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个慈悲心，加上念这个 Om Mani Fajili Hum， 看着对方，你将来眼睛非常庄严，而且有力量啊，这个力量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凡夫的眼睛，看到水果你要引导就跳电了，控制不了啊，不但没有功德还退转了啊，不然你看佛灯看到怎么起啊，
但是如果你怀着一个好的动机，念 Om Mani Padme Hum， 你的眼神变成有力量，可以帮助别人。你的眼睛看到别人，可以帮助别人。啊，你的声音让别人听到，觉得有一点舒服。有的人的声音听到，跟想要跟他冤家一样，不太快乐。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嘴巴经常讲好话、念佛诵经，别人听到你的，哎呀，这个内心就安定了。所以我想，站在大乘佛教，一切所做都是为了别人。啊，你的思想、你的外表、你的眼神，一切一切都是希望让别人看到你，产生了一种净化，像月亮一样，而不是一种不好的。啊，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在佛教里面是一种慈悲啊、智慧的力量，这个叫佛陀叫大雄大力。所以今天在搜狗大家办，各位要发个愿啊！如果你是修解脱道了，叫你来搜狗，我叫歪起，嘿，说在歪起别痛点。但是你是修菩萨道了，你要把你的生命呢、啊，做成最庄严、最好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示现的，在印度。他是出身最高贵的，转轮圣王，外表最庄严的，具足一切的，但是放得下，能够运用他这个威德力来利益众生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威德力，可能渡不了其他的国王啊。所以我想，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就像你做妈妈一样，做爸爸，努力赚钱，那才能够把这个家弄得很好，啊，所以我们这两天参加了昨天的。供佛再生法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哎呀，咱台中都一间搞好多，有一间顶两万人诶，对不对？每个人都升起这个想法，而且灵气够足强诶，迄种诶，而且本所那边排队诶，迄种诶。但是呢，那当然大家要发愿了，发愿以后累积功德啊，大家要回向这个功德，这个是盖大道场，那不一样了，这个不是给某一个法师的。啊，这是给所有的法师的，啊，就像昨天有你去参加，大概北中南的法师通通来了，啊，国家领导这些重要干部也都来了，这个很重要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大道场，那大家就方便了，啊，但是这个大道场如何完成呢？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每个人有这个愿，啊，有这个愿，然后你现在所做的修行也回向这个愿。愿台中这个大道场能够早已圆满，啊，台北每年也办林口体育馆，啊，如果能够又有一个大的场地很凉快，那我想来了不是一万两万了，啊，太多太多的人都会来参加，啊，这个最重要了。好，那在我们大家来谈谈佛法之前。我们要虔诚的上供下施啊！我想昨天各位参加法会看到了，所有的功德就是来自于供养三宝。晚上呢，大蒙山下施众生就产生功德了。那这个功德消灾，这个功德超度，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社会啊！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传统宗教每天在做的拜神。拜佛压低，大家本来就有在做了，啊，只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智慧了，啊，接触了佛教了，哦，原来叫做供养三宝，啊，下施众生，啊，这样就产生了福报，所以来，我们再一起来观想，佛教有个讲法，供养，不见得是真实物的供养，你要是用观想的很认真，有时候都超过真实物的供养。啊，因为佛不是光一尊佛，佛有百千万亿佛，菩萨更是百千万亿，那所以你拿一朵花哪里够啊？所以你就要观想，啊，一变无量，点一盏灯也变一变无量，这个就叫观想供养。还有一种供养是什么呢？你去出国看到了阿尔卑斯山这么美，啊，垦丁的海这么蓝这么庄严，那些。这个也都叫无主物供养，啊，所以一个人花了很多钱出国玩，就是要去看那个美的风景嘛。所以你要把这个美的风景拿来供养，啊，那我想各位刚刚在楼下一楼都看到这么美的化妆品，要贴来供养。
啊，这叫香花灯图，哎呀，最美的都要拿来供养啊。然后呢，楼下那些美女的观想成天女，每次要供养我们的观想有八天女，拿着好东西来啊，叫天女供养啊，这些都是要拿来供养。所以刚刚供出过啊，学佛就是要让你的内心里面都是最美的、最庄严的，就像上面的灯一样啊，水晶灯是最好的啊。希望你的内心就是像这个莲花的水晶灯的最美的，但是呢，莲花又代表清净，不执着，显现出最美的东西啊啊！所以习惯这样。所以各位今天下课最好搜狗一楼，给他跑到楼上楼弄个招呼玩，因为以后你要观想啊，超度小朋友，那就要刚刚我听的一楼叫游乐场啊，超度小朋友要观想啊，地下室有餐厅，哇，太好了啊！一楼二楼美女哇，去敲刀弄来了啊，那些美女通通来了啊！昨天我们在我们慈悲寺文化波宾啊敲刀啊，就有一位菩萨眼睛看得见，他说：“师父，来了67个在过去日本时代被强奸死亡的少女啊，然后哇那样很怨呐 啊，要师父啊要超度超度，那我就观想什么漂亮的衣服啊，这样南无妙色身如来。你要让这些美女没有怨，一定要先让她美一下，她就不会怨了啊，要一直观想这个，然后她高兴，她再来超度了，对不对？啊，你不能跟她讲啊，卖碗了卖碗，你撸共一撸碗，对不对？你要先满足她，她快乐了啊，就观想这些，然后呢，再来跟她谈道理。这一点男人要知道，跟你莫讲话，莫讲道理，讲话白讲的。哎，看是不是上级啊、上灰啊，想 OK 啊，所以就来供啊。因为呢，女众是讲感性的，特别在苦难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放蒙山就是要办度、喝假啊，再来超度祖先啊。所以来，我们现在也来观想诸佛菩萨，要做大供养啊。然后今天来收购啊，愿收购百货啊，生意兴隆，对不对？进来就发财，就是希望进来都发财，出去也发财啊！各位很重要，你每天祈愿别人发财，你发不发财？保证你发财。你祈愿别人健康，你天天健康，就怕有一种吝啬的心态，哎，跟我无关的，无关你的狗多过善家啊！你要每天每天都要想着别人，要如此。来，跟我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啊，观想了昨天的法会啊，那佛像那么庄严啊！南无常住十方法，来观想哦，你昨天看到了5000多位出家人。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要观想啊，香花灯图水果。茶、食、宝、珠、衣，所有漂亮的东西。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供养三宝，一切护法，功德回向众生。好，做观想。哦，摩嘎波扎玛那巴美班达拉达那个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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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好，请放掌，每天都要这样观想啊，十根手指头这样供了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啊，每天要做大供养啊，来，然后这个大供养，一切都不为自己，为了众生啊。再来，我们要下施啊。7月份，每一个公司一楼店的拢咧拜拜，伊拢讲开鬼门了啊！同舅子后厝相信这个世间有鬼，这个很重要啊！只要有空间，佛陀讲了，特别人多的空间，就有这些鬼道众生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安慰他、超度他，这个也是很大的福报，同情他嘛。啊，
希望它好，所以大家来收购。今天也希望把昨天的功德，加入在收购里面。然后愿收购百货这条路上的众生，都得到法会的功德，得到施食的功德。所以我们大家来念施食仪轨啊。然后这个施食，你不能讲说光对鬼，每个人身上都有冤亲债主啊，都要超度的。啊，只是有一些是你的责任，让你作身呢、欺世父母，那是我们的责任啊。还有冤亲债主让你病痛了，如果你经常对他们施食啊，那你的病痛都消除啊，祖先等于吃饱了一样，真好啊。但是由自己想到别人哦，每个人身上都有啊。老实讲，如果你每天坐在收购门口，然后就施食一下，经过人你就默默给他南无药师佛，哇，你福报太大了，你比收购当初就叹个嘴啊，因为你用一个慈悲心在对待啊。啊，我昨天看他们早上拿给我看 YouTube， 台北有一个菩萨，没带机就开奥多拜，人咧食物件，伊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要每一间厝伊拢去个阿弥陀佛，哇，那真的是大菩萨，咱做袂到，唔惊红怕呢。然后电视给他拍出来，拍出来，那个居士每次台北法会都有来啊，然后阿弥陀佛的脸弯腰，因都还在食厝诶，一个几人上一本册呢。我看迄个仔讲，迄咱的车啊，戒杀放生吃素啊，啊，以后他功德一定很大啊，不过他精神也会出问题啊，啊，因为人咧假抽，你很细苗讲的嘛，啊，所以功归功，果果一样的，这个不能抵消啊，所以强迫也不能太强迫，学佛不怎么强迫，我多讲，你这些老咖在那边慢慢的念，偷偷啊念嘛。啊，回向给他可以，你别在底下门口阿弥陀佛啊。好，现在我们要下施啊，麻烦各位观想啊，所有我们的历代祖先受苦众生，这条路内外乃至这个房子内外，如果有受苦众生，愿他们都得到了哦最好的食物。南无佛陀耶，南无大摩耶，南无三界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摩诃众，南无一切龙天上神，愿以为神加爱护住我，今朝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天天上报为神，离苦悉是我所。往生了耶，上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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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了耶，上报。南无阿舍多斯帝那三藐三菩提觉知当，往生了王佛去。滴滴滴滴，吽。南无波波滴滴滴滴多吉那那哆，南无波波滴滴滴滴多吉那那哆。南无波波地地揭谛多地当那耶多，唵三多那耶揭多娑婆，唵三多那耶揭多娑婆，唵三多那耶揭多娑婆，唵波波地地揭多地当那耶多，波波地地揭多地当那耶多，唵波波地地揭多地当那耶多，唵波那摩林多林娑婆，唵波那摩林多林娑婆，唵波那摩林多林娑婆诃，唵阿罗哩娑婆，阿罗哩娑婆，阿罗哩娑婆，唵三藐三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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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三昧耶，萨多啊，来观想哦，最好吃的。今天中午啊，菩萨请我们去圣华宫驾，各位拜。从今以后各位要吃好一点，把所有的好的，这边一定还有巧克力啊，最好吃的都观想出来。来，嗡啊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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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识咒，所有食物变成甘露。什么叫甘露啊？任何的众生吃到甘露，他身体就无病苦，身体就发光，成为天上的神。你看甘露重不重要啊？所以提定诶，天上的神没有再生病了，没有生病了啊，没有死亡的痛苦了，只有爱别离苦，因为他们天天吃甘露。吃甘露还有什么特点呢？不用大小便了，羡慕吧？啊，所以天人每天吃甘露，那这个意思，天衣无缝，他们的衣服不用缝了，贴身了没有？啊，所以各位要羡慕啊！哎呀，希望将来至少有升天的福报啊！辨识咒，那么萨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哦，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哦，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哦，三不奈三不奈吽。甘露水，你要怎么观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收购，现在各位在第十七八楼，对不对？
你要把你的身体观想像搜狗一样这么高啊，二三十层楼，你的每一个毛细孔变窗户啊，然后从你的每一个毛细孔就流出甘露，要这样观想啊。然后呢，所以你把这个甘露就遍及世界，台中大，因为你的身体变这么大。我们正式观想就是这样观想，身体变成很大，然后这个大大到不可思议，然后外表变成观音菩萨，然后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一个净土，从毛细孔流出各种的甘露药物布施给众生，众生得到快乐以后又进入你的毛细孔，因为你的身体是观音菩萨，它进入你的净土，然后它就解脱了啊。要这样观想，那么娑罗婆耶，那那耶陀耶，他知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婆耶，那那耶陀耶，他知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婆耶，那那耶陀耶，他知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阿耶耶那三波哇哇智来吽，阿耶耶那三波哇哇智来吽。安耶耶那三波哇哇之来吽。来跟我念，汝等鬼神咒，我今施如垢，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垢。好，右手朝下流出甘露哦，像这种大楼一样，把黄金珠宝布施给众生。哦，摩尼金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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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坛子。再来，布施药，哎，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我们心里要想了，愿大家都健康，大家都没有癌症啊，人也好，非人也好，整个大楼里面的所有的人，大家都健康有财富。药师法门就是财富健康法门啊！来，那么波揭发地毗沙奢俱罗毗沙利婆那婆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哇那欧帝三藐三菩提耶大智当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那么波揭发地毗沙奢俱罗毗沙利婆那婆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哇那欧帝三藐三菩提耶大智当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那么波揭发地毗沙奢俱罗毗沙利婆那婆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哇那欧帝三藐三菩提耶大智当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希望大家每天都要想到医院里面的众生。你去过啊哪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就是你的慈悲道场，所以你在家里或在任何地方念药师佛的时候，你要希望药师佛的功德力布施在所有医院里面啊，所有老人医院病苦的里面。我想这个叫无量心，我们要随时修这个慈悲的无量心，对我们开发很大的力量。所以你一直为了众生去修行的时候，所谓佛性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你要去开发它，这是我们的潜能。就像木头里面本来就有火性，但是你要透过外在的把它引出来，木头自己就会燃火。所以我们佛教很喜欢讲传灯传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灯，但是要透过三宝佛，哎，把我们心灯点燃了，那你也会发亮。所以我们一直去慈悲的时候，一直想着众生，那你就跟佛的频道合为一起了，因为佛就是大悲心，随时在利益众生啊。所以以大悲心而慈悲心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那力量就很强啊，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众生哦。他们现在得到甘露了，得到药了，得到财富了，愿他们脱离世间所有的痛苦，各个往生净土。哎，跟我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请放掌，在念的时候各位还要加入一个动机，各位都会背啊。多宝如来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永离贫穷，巨大财富，南无多宝如来啊。南无宝胜如来呢，就是愿所有的众生现在的痛苦业障就消除，将来还升天，叫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呢，
我就愿所有的众生永离丑陋，外表第一庄严，重不重要？那么妙色生如来。所以你在念佛，你还要加入这个意念，而且你有信心哦，听到这个佛号，他们就可以外表很漂亮，脱离三恶道，那么妙色生如来，那么广博生如来，身材高大庄严啊，喉咙打开，大吃大喝啊，要广博生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不用躲躲藏藏啊，所以身心自在。南无甘露王如来，吃得到甘露，听得到真理啊，甘露王。南无阿弥陀如来，业障消除，将来往生净土。哎，各位，每天以这样子的心态，然后跟信心，对众生的悲心来念七佛如来。你生命有没有力量，就产生力量啊！所以我想佛陀告诉我们的方法，生命的力量来自于悲心，为别人想，生命的快乐来自于断烦恼，断烦恼，断烦恼不是没烦恼，而是你有智慧超越烦恼。那什么叫有智慧超越烦恼？现在你的朋友跟你吵架了，那你就认为这很正常嘛，这本来就是变化无常嘛，所以没关系，这个叫超越了。如果你很在乎，哎呀，我男朋友不跟我讲话了，哇，接下来你拍面了啊！你执着有一个痛苦，那你就没超越了。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永远都会发生的。但是你的内心里面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梦幻泡影，假的，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像一阵风，本来就会来，也会去啊，顺其自然。那你就快乐了。所以各位呢，念一下，有智慧的人没烦恼，就是这句话啊，不是没有烦恼，而是你有智慧，你就烦恼对你对我来讲顺其自然。中国人今把讲到一半，拎起跳点呢，有智慧的人没烦恼，不要紧，老光消业中。我刚出家的时候，气色不好啊，身体不好，我师父说你不能吹冷气啊，派你去恒春。哇，恒春，哇，天天流汗，早也流汗，晚也流汗，我们那个大雄宝殿只要一进去五分钟就满身大汗。然后呢流了一段时间，我师父来，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有，流汗好哎，排排，所以多流汗多喝水，多流汗多喝水，毒素都排掉了啊。所以那如果你会这样想，那就超越了嘛啊！所以我想有智慧的人，那特别佛教讲的智慧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也没有那个事情在让我受苦啊！一切都是一个假象，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现象。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去想，不然就卡在那个地方，叫执着啊！所以刚刚讲了，年轻的国王来拜访佛陀，佛陀就给他讲了这个道理，念下来，苦集灭道。对啦，虽然国王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但是可能国家也会变化，外表也会老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超越不执着，那你就没有痛苦了啊。这叫进一步佛，佛要告诉他这个，所以他正着出国要知道苦的真相。你不能要求花不要变，你不能要求认身体不生病，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你内心里面对这些会变化的东西不执着，你能够接受它的变化，只是善用它啊！现在我们很健康，大家拿来做好事多好。有一句话老和尚给我讲，做好事就是帮助这个世界，记住这句话啊！如果大家都做好事，世界就改变，这个善业嘛，这个世界的整个命运，家庭的命运就来自于业力嘛，业力就是行为的这种共同的影响力。那如果大家都做好事，那你就在帮助这个世界嘛，啊，所以不要去做坏事，还要发愿敬畏来己，要做好事。所以苦就是如果你了解了事情的善恶的变化，好好坏坏，那如何去改造它就好了。啊，不好的来，那也是一个恶业，成熟了接受它。但是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它也是一个幻化的，我们叫空的、无自性的、找不到的永恒不变的。
那你要不断的思维这个事情啊，习惯它。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是不习惯，不习惯就叫患得患失，就不习惯，那你就会痛苦。那学佛以后接受变化，所以各位要点点心哦。你现在已经高十岁啊，90岁了，那90岁在求什么？求往生极乐世界，还求什么？还求男朋友打电话给你吗？90岁要求什么？那那时候还比较放下了啊，所以我经常这样，哎呀，我已经90岁了。哎呀，快死了！哎呦，下辈子我都计划好了，真好。啊，死亡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啊，重点你有没有累积这个资粮？如果你已经累积了这个善业的资粮跟你的愿力，下辈子对你来讲是更快乐的事情。啊，那这辈子是个缘，是个缘，所以我已经尽力了，这样就好了。尽力了，利用这个缘去影响你的家人了，影响你的左右，这样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是我们尽力的地方。娑婆就是苦，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的汇聚嘛。但是你在这个痛苦的世界有什么好执着的？但是这个痛苦的世界是我们去奉献的，就像我们明天要去台中监狱，各位，明天去台中监狱你要去要干嘛？去那边找男人吗？啊，不是的，我们要去那边。奉献了，哎呀，监狱的受刑人很苦啊，心里很痛苦啊，祖先没超度啊，那边受刑场那边台中监狱执行死刑已经有300多个了啊，有要去帮他超度啊，啊，那边是我们去奉献的地方啊。我讲到这个地方，你会不会想去啊？这个就是善根要啊，很想想去。对不起啊，别再哈这人去，特别各位谁料哈你睡，别再去。里面就不听我们讲课了，对不对？就是，但是去里面，我们以前进去还可以，女生进去可以，还请欧沙，请海清，别再伪装，好那样啊，因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嘛，哎，所以他们已经够苦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想去，为什么？哎呀，我想要去帮助他，这个叫菩萨种性，菩萨种性说能够去帮助别人，好快乐啊！当我们去做坏事，很痛苦啊。不想骗人，我想我们现在这辈子就要培养这个，只想做好事，只想帮助别人，只想讲实话。你叫我骗人，光没出去，不知道怎么骗。叫我们害人，那个不是我的行业啊，啊，根本做不下去。这个叫善根啊，啊，一只小蚂蚁都不忍心。如果你学佛已经踩死一只蚂蚁，哎呀，你就很痛苦，一直为它操作，代表你善根成熟了。踩死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悲心，想要帮助他嘛，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佛陀刚刚讲了，痛苦就是来自于我们不了解真相，对这些可能会变化的、没办法掌控的，你想要把它抓住，要求它不要变，那这就是痛苦的原因了。啊，所以如何离开痛苦？就像我手上拿了这个，那个叫痛苦，因为拿酒会酸呢。什么叫不痛苦？放下就好，放下就好了。所以一点都不困难。佛教我们离开痛苦，不是要你用什么力，就叫你不要用力，懂不？啊，你就原谅他嘛 ，OK 了。啊，你就不要计较了嘛，这叫放下。啊，不行啊，我头发掉光了，我放不下。啊，那谁看你头发奇怪？啊，但是你就动不了啊，啊，你就一直执着 啊。但是话又讲回来，各位做菩萨，你要好好化妆啊。为什么？让别人看到庄严相可以，但是黄金戒指怎么庄严都不会比你的心态庄严。这个叫什么？念下来，心如黄金。啊，对呢，如果你的内心像钻石一样，什么假的钻石戴在你手上都变真的。如果你的内心里面像石头，真钻石戴在你手上，人家说是骗人的假，感觉就不一样啊，很奇怪哦。啊，我认识很多佛教徒，很有钱，很高贵。我就送他一条50块的链珠，我当然送50块，不能送几块。啊，我只能送50块的，结果戴在他手上不一样，人家哎呦，哪边买的钻石啊？这个珊瑚真美，我心里想，哎，塑胶，我赏的，我知啊。
戴在他身上不一样，因为他心如钻石，是假的念珠看得出像真珊瑚。如果你心里阿扎，真的珊瑚戴在你身上，能够你说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的态度、心态、动机，就庄严你的生命。所以站在佛教里面，你内心要庄严，但是你外在也要里外要如一啊。虽然你内心很庄严，结果你穿得很邋遢，这是不恭敬的啊。你内心庄严，但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看起来就哎呀很典雅哦，啊，很有气质哦，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了啊。所以我想心创造一切了。所以了解如此，如果你的内心达到了刚刚讲的苦集灭道的灭啊，就是你内心里面没有这个执着了、恨了，有智慧了，哎，那你就显现了那种快乐的集灭为乐啊，那种自在的样子。所以为了达到这样，我们就要修道啊。释迦牟尼佛跟这位年轻人要修道，要按照佛所讲的方法，戒定慧，消除贪嗔痴，乃至大乘佛教了，入空性，不离菩提心啊。所以各位每天要念心经，是诸法空相，要有空，故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要是有空，你就无苦集灭道，无无明，你超越痛苦，超越一切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有这种时时观察分析空性的习惯，那你就可以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原来佛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心改变了，世界外表一切跟你改变啊。所以根源在你的心态。佛说我说因论因啊，所以一切都是有个心态，然后才有语言，才有行为的。所以如果你从你心态里面好好的去净化、去庄严，然后外在的世界都会改变，命运也会改变。你昨天觉得自己是一个歹命人，哎呀，事情不太顺，但是你从今天开始转个念头，不行，我不要再扮演过去的痛苦的我了，我要扮演快乐的我。快乐的我就是啊，慈悲啊，关心别人啊，不执着啊，那你命运就改变了，念头改变，世界跟着改变了啊。所以各位了解如此以后，那每天都要保持一个善的念头。在佛教里面讲的最圆满的念头是什么？就是慈悲心、菩提心啊。什么叫慈悲啊？只想给别人快乐啊，只想帮助别人离开痛苦啊，这个叫慈悲。什么叫大慈大悲啊？没有分别哦，啊，对任何的生命都当作是自己。所以比较容易形容的是什么？什么叫悲呢？别人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你可以马上感受到对方的痛苦，叫悲心。一般人不太容易啊。你现在很有钱，看到贫穷人你不容易感受，而且这个人在骂你，你更不容易感受他的痛苦，你只想厌烦他为什么要骂我，他不应该骂我，这个就是悲心不够啊。悲心是这个人虽然在生气骂我，我只感受到他心里的苦，哎呀，我怎么帮他，这个叫悲心。不会厌弃对方，讨厌对方，这个很重要啊。那有这个悲心以后，进一步我如何拔除他的痛苦，心里要这么样的想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大悲心，那你时时刻刻哦，你内心里面都很有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我每天都要很忙啊，因为我在忙的帮助别人啊，帮助众生啊啊，而且你就得到一种生命究竟的快乐啊。究竟的快乐就是能够服务别人啊，能够给别人感受到哎，你对他的付出啊，可以离苦得乐，你就会感受到一股力量啊。所以我想生命的本质是苦的，但是如果要得到快乐，那就要去慈悲，要去服务，那最圆满了。来，我今天又准备了两本讲义，想要发给各位，借这个机会大家聊一聊啊。当然难得今天有这个机会，各位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一问。各位请翻到这一本《因缘果报》128页，
因为今天有一个题目叫美丽与财富，那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发菩提心要用100劫的时间修外表。我想每个人都爱漂亮，非常好，把这个漂亮的动机变成一种向好庄严来利益众生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要达到这样子的向好庄严，那你要种这个因，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师父常跟我讲，要经常修这个，看你哪里不漂亮就好好检讨啊，要从这里面去修啊，这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啊。所以现在请各位翻到128页，佛陀的32相很重要。我们打坐的时候啊，一定要背佛陀的32相。各位现在可能还不会背，但是真的要努力啊。除了背完32相，我们还背80好，所以总共要背112相。头脑不好还很难修行啊。然后背完以后还要去种这个因，开始努力啊，不然的话也没办法向好庄严啊。因为你要度众生啊，你要度众生就要如此啊。第一个，来大家念一下，来，一牛王眼相，于无量世乐以善眼合视众生啊。记住啊，从今天开始眼睛不要瞪人家，不管对方怎么讨厌，你都不能有不好的眼神跑出来，不然你将来会后悔的啊。你的眼神不好看啊，不迷人。我老实讲，我很喜欢看我妈妈，我很喜欢看我妈妈。我以前交什么女朋友啊，我只看这个女人眼睛有没有跟我妈一样，我哪里漂不漂亮，我就是喜欢我妈妈的眼睛啊。因为我妈妈的眼睛比较柔和，不是很黑，有一点咖啡色，但是他们永远，哎呀，永远就是对儿子永远都是最好的眼神在看啊。我的妈妈不太会骂人，我家负责骂人的是爸爸，所以我爸爸叫老鹰眼。哎呦，我爸爸那个眼神哦，修愤怒像的，很像莲花生大师啊。那我的妈妈就专门就是做好事的这样啊。所以但是现在学佛了，哎呀，很重要啊。所以我到印度特别去看白牛王，他们跟我介绍有一只牛王很庄严，看他的眼睛，哦哟，那眼睛世界没办法比。所以为什么叫牛王眼相啊？这个白牛王的眼神啊，那种庄严。所以各位，我希望各位多看牛的眼睛，牛的眼睛会说话，牛跟人一样有记忆力，甚至牛有宿命通，一般人还没有哦。无灾细不灾造，就是说牛你要杀它的时候，它知道它过去是欠你什么债，一定要被你杀，所以你在杀它的时候它知道，所以它不会跑，因为它知道前世。所以牛是知道前世的，心甘情愿的啊。它来欠你债，它帮你耕田什么，它不会抱怨的啊。所以你仔细看牛的眼睛，它就会跟你说话，它会跟你表达快乐痛苦，那观察很重要。所以牛王眼相，我想眼睛为灵魂之窗，所以你的动机都表达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你要修到这样无量世，还不是光一世哎啊，乐永远以善良的眼神和视众生，和谐的看待了众生。我每次看到妈妈抱小孩，哎呀，那个眼神多美哦啊，多庄严了，然后跟她老公讲话就瞪她一下，然后就看儿子又眼神又变了啊，因为老公是计较的爱，对不对啊？那儿子是我欢欢喜喜的。所以当然每个人都有佛性，都可以表现最好的那一幕。所以希望各位呢，这个你一念你就知道了，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做就是这样，乐以善也合事众生，你要开始练习。第二，念一下八梵音相，恒以软语实语教化众生啊。什么叫梵音？你只要佛陀的声音很奇怪啊，
你听他讲一次，一千年一亿年你都不会忘掉，不用特别记他。泛音的好处，除了好听，你永远忘不了。你现在看这个课本，你会忘掉。如果是佛陀亲自给你讲，啊，恒以软语啊，去劝化众生，你一辈子就忘不掉。所以你要成就就很快。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很容易成佛？因为佛阿弥陀佛亲自跟你讲，你就马上开悟，花开见佛，悟无生。因为佛的梵音不一样，啊，那各位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于无量世，很以柔软的语言，而且真实的，啊，因果啊，不虚伪的去教化、感化众生。那你将来就有这八梵音，啊，然后八八六十四也叫六十四支音，啊，六十四种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在讲话的时候，这边做美国人，这边做俄国人，这边做牛做猪，每个众生都觉得佛陀在他耳边讲他的，就全部他都听得懂。佛陀不是用嘴巴讲话了，是用心讲话的，所以他不用翻译。你再远，你坐得再远，都觉得佛陀在跟你讲话。你现在在想钱，那就听到那个你在讲的，他就听到了。每个人听到的都不一样，众生随类各得解，啊，所以也成为一个菩萨。他要有这个功德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讲话要很好听啊，特别各位女生结婚越久讲话越难听。我常比喻了，还没有结婚像小鸟，结了婚像乌鸦，每个大声一下，每个触定落来啊。男生也是这样，你没靠对不对？嗯，冲下来好了，嗯，你知道你没靠对不对？对吧，嗯，啊，讲话就随便了，不行，越老越要客气。为什么？感恩呢，啊？你想一想，有时候一直想一想，哎呦，他帮我照顾家里，照顾爸爸妈妈，帮我生了三个小孩，让你安心的在外面做事业。你一直想对方的恩，你就会报答他。你不想这个，那你就讲话随便了。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要先想对方对我的恩。啊，我想爸爸妈妈我们都会想，对不对？但是你对周遭的，如果你不这样想，你家里和谐，你的儿女就很和谐，爸爸妈妈两个都很和谐，小孩子觉得家庭很快乐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讲话啊，柔软语，这一点要学日本人啊，阿纳达，我要苏米纳塞，何苦呢？哎，我爸爸他讲给我们听，他教我妈妈讲，我母啊不爱讲这了啊，因为我爸爸是日本教育。他希望我妈妈把他当作日本人，啊，要这样尊敬他。我老婆不能来接头的呢，因为一些万年人啊，不想读书啊，啊。但是我跟我爸说，那你干脆，所以我爸爸从小说，以后你们长大要娶日本女人哦，这样，啊，把从小就把我送到日本去了啊。所以，但是他们讲话还真的很热诚的啊，声音好听。这我们要学恒以柔软语施语教化众生。你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我没关系了啊，那就没有在修行嘛。修行真的是要很实际，真的依教奉行。我们以前学这个是一条一条跪的，各位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是一条一条跪，师父讲一句能依教奉行我，那就拜，就是你要去做，你不去做你就犯戒。现在人不敢这么做，你敢你就来找我，我就给你拜，我让你拜了，有一条一条受戒，你要一条一条受戒，代表我要修啊，所以菩萨叫无量戒，你每一条都要受戒，而不是看完了研究研究研究，哎，我做没搞，一起胡混老发多，那你就白讲了啊，那你就不要说你是菩萨了，对不对？你要一条一条受戒，受了戒，哎呀，你就会很谨慎，有戒护法神会保护你。你想要骂就骂不出来，不想骂。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德。
第三念，无间顶像供养师长诸佛菩萨，头顶礼拜破骄慢故啊！释迦牟尼佛的头顶，没有人可以看他多高，没有人看得见啊！所以我们做佛像只能做高高的，但事实上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佛的头顶有多高，叫无间顶像啊！所以是佛陀示现神通的地方啊！所以走到哪里，只要有神通人看到佛陀，都会顶礼无间顶像啊！怎么做呢？供养师长，供养诸佛菩萨，头顶礼拜，拜下来啊，亲切的供养，这样的破骄慢。所以各位每天都要拜佛，特别小朋友每天都要拜佛啊！而且拜佛不是说哦，再算一二三，一二三拜完了啊，这就不算了。拜佛是每一次都要观想，哦，诸佛菩萨对我的恩呐、啊，爸爸妈妈对我的恩呐、啊，所以我很虔诚的跪下来啊，供养东西。啊，供养红包，爸爸妈妈再有钱，你也要供养。师父无论有，你还是要再供养啊。这样呢，你将来才有一个无间顶像。所以无间顶像就是说，假设你160公分，别人看到你都觉得你180，你有那感觉，有威武啊，那不一样的像。所以重点是不要看不起别人，而且要恭敬父母三宝，值得恭敬处一定要恭敬。所以各位在家里有一个小小佛堂啊，每天拜佛拜佛啊，铺一个地毯也好，买个拜垫，最好是铺地毯，拜的时候五体投地啊，然后呢供香供花，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你会发觉你心情都改变了啊，福报很大啊，非常虔诚。拜佛的有拜佛的脸不一样啊，不一样。第四，来白毫光像，不狂一切诸众生故。佛陀这边有一只白色的毛，各位很重要，你在拜佛的时候你不太容易观想整个佛陀的相好庄严，但是一定要观想这个白毫光放光，白毫婉转无虚名，佛陀在放光的时候，这个白毫把整个世界都照起来，叫白毫像啊。那事实上佛陀这个白毫一拉出来，如果你看得到，那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近过去世近几百亿年的事情，都好像在电视在演一样啊。佛陀有这个白毫像，所以如何做到呢？不欺狂一切诸众生，就是对所有的生命我们都真实的恭敬啊，讲话从内心里面诚恳啊，不狂一切众生，白毫光像，而且是放光，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颗钻石放在佛陀的这边，它代表白毫光啊。那佛陀也讲了，任何一个出家人，特别末法的出家人，佛陀的白毫光像就使所有的出家人一辈子不缺吃不缺穿不缺住的地方啊。所以因为白毫，佛陀的白毫光像还一直在这个世间帮助的所有修行者。第五，哎，足下平相，布施持戒修集道时，其心不动啊。那佛陀的脚有法轮，踏在地上看不出有一个缝，我们现在踏在地上还有一个缝，对不对？佛陀踏在地上没有缝，只有法轮，要足下平相啊。而且佛陀不会去踩到蟑螂蚂蚁，他一踏下去的时候，蟑螂蚂蚁一定离开啊，因为他不可能去杀生啊，自然就有这个功德力。所以布施持戒修集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其心不动啊。其心不动就是说，不管叫我做什么布施，只要应该做的我都去做，内心里面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哎呀很可惜呀，吝啬啊。守戒律，哎呀，有些人我怕做不到啊，没有，他不会这样想。哎呦，能够守戒律太好了啊！守越多的戒律，对我福报越大。菩萨戒啊。第六，来手足轮相，供养父母师长善友，如法永护一切众生，能摧伏恶魔怨敌，表破愚痴无明之德。所以
手足轮向，就刚才讲了，手底跟脚底都有这个啊法轮，因为供养父母师长善知识，而且如法拥护代表慈悲啊，啊，我们去放生啊，去照顾老人啊，安慰啊。我们最近有一位沙弥去当兵啊，替代役，给他分配到老人院，哦，赞赞赞，啊，你照顾老人多好啊，啊。那你修福报，然后放假的时候修智慧，深入经藏，啊，你可以用你的手好好的去，不要把它当作上下班哦，下班了，太好了，啊，那就是一种工作，那没意义了，啊，要如法的，代表慈悲的、清净的，去拥抱众生，拥护一切众生，那你就有这个手足轮相，那手足轮相代表什么？佛陀只要手拿起来。所有的恶魔魔女都会摧伏掉，啊，断除他们的嗔恨心，就这个意思。所以佛陀永远有一只手这样，或是手放在地上也是降魔，啊，所以就代表伏魔伏怨敌，也表了破愚痴无明的德，那就等于开智慧了，啊。第七，来，先尝指向，足根长向。自心受持，不杀生，不邪淫，优婆塞戒，表寿命长远，令众生爱乐归依。啊，所以这个手指长长的，啊，细细的，没有缝，啊，脚也一样，然后就代表自诚心，很喜欢受持这些，不杀生。自诚就代表我本来就不应该杀生的，啊，并没有用戒律来控制我。啊，戒律是保护我，不邪淫，特别这两条，不杀生、不邪淫的优婆塞戒，那这样以后代表长寿，而且众生喜欢你，啊，那修菩萨道很重要啊，啊，如果你去不去破坏别人的生命，不去破坏别人的感情、家庭，那别人就愿意接近你，啊，你讲的话他愿意接受，众生爱乐归依，啊，第八来。身勇满相，善受师长父母善友所教示故。身勇满就是你看不到骨头，所以我们佛像乃至观音菩萨，各位看他都不制造骨头了，啊，他不是胖，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柔和，啊，那因为呢，如果你这个人哇都是骨头，都是骨头，啊，然后呢看起来就会给人家压力。啊，所以永远接受父母师长善知识劝你，哦，某人应该如何，某人应该如何，你想，哎呀，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很诚恳的接受，那你将来的外表就身勇满相。第十，来，手足合往慢相，以四摄法摄众生故。那这个佛陀的手啊，这一块就像鸭子一样。透明的啊，而且这个手纹很庄严啊，至少有个手纹。现在各位看看佛陀的手，这个爪子这个三个不会连在一起，我们一般人都至少两条连在一起啊，佛陀是一二三这样啊分开的啊，这个分开代表什么？就代表没有执着的感情啊。你那查某那安尼，你都免结婚啊！啊，你不可能有婚姻缘，啊，就三条没连在一起，啊，所以那佛陀的不但是如此，它里面还有法轮呢，啊，以四摄法，念一下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摄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摄化众生，大家一起来做好事，来学佛。那你一定要对他先好，布施。像今天你看，我们里长帮我们准备蛋糕，鼓掌，还是要布施呢，对不对？法会还没开始，刚刚我们就节烟品先发了，先把给家供了。所以各位要没事啊，一直布施。布施没关系，他讲好听的话，各位这最难的。最难的，我常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去学校读幼稚园，
然后呢，有一天他妈妈去学校，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妈说：“哎，你这个儿子哦，我们班上40个，他第40名哦，没啥机会啊。”然后呢，然后晚上回家以后，他妈就跟儿子说：“儿子，你们那班，你们全班，你们那桌子多少人？我们这桌有10个了。”他妈妈：“不错不错了，你老师说你第10名哦，啊，40个分4班嘛，他第10名，啊，鼓励他，啊，所以不管国小、国中、高中，老师怎么讲，读国中的时候。”国中老师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儿子不可能考上高中，不可能的代志。”他妈回来跟他讲：“儿子，你老师说你成绩不错，考上高中没问题。”啊，就是这样。后来他儿子清华大学毕业了。啊，为什么？妈妈永远的鼓励啊！啊，所以他儿子也知道啊，妈妈对我的期望，所以他就很认真啊，不放弃啊。外面人骂，回来妈妈又骂，我看这个囡仔不如做老王，不如回去自杀了。啊，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特别亲人，你不鼓励对方，哎，你能读书后摆无好哦。啊，然后连最亲的人都说我无好无好，啊，所以爱语就是佛陀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成佛的这样，啊。就像一个比丘杀了人又强奸女人，他跟女人睡觉又杀了人，他要堕落地狱了。碰到弥勒菩萨没有关系，是诸法空相，业性本空，发菩提心比较重要。这个比丘现在是谁？月光如来啊！所以对佛来讲，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了，方法的问题。所以你要讲对方喜欢听的话，这个爱语啊。再来例行同事啊，帮助他在做的，跟他站在一起做事。那你有这个手足和往慢相啊，手相庄严好看。第10，来手足柔软相，以手摸洗师长父母身，除去垢秽，香油涂之，表慈悲柔软，摄取亲疏之德。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居士啊，抱一条狗，一直摸，一直摸，啊，一直摸，一直摸，然后我就问他：“哎，啊，你爸爸妈妈，你有帮他这样洗澡吗？”“没了。”啊，我说这个有时候，哦，这只狗上辈子大概是你爸爸。啊，所以那很多人说：“哎呀，叫我们去跟爸爸妈妈洗澡。”我记得我以前我有个我师父鲁西长老。中风嘛，然后有时候我们徒弟的徒孙就轮流去照顾。那我有一个徒弟去照顾3天就动不了啊，啊，叫我帮他洗衣服，还不可能的代志，我是出家人呢，啊，他连这样他就做不到了，他怎么讲啊？他就离开了。我就跟他讲：“哎呀，你不适合做菩萨了，不适合。这个是。”我们的师父就像佛一样啊，你能够替他洗衣服，那是你的最大的功德。所以现在人就还要小朋友跟妈妈爸爸洗脚，对不对啊？要故意这样去做，你洗脚你一定要跪下来慢慢洗啊。是的，爸爸妈妈很不舍得，但是对你来讲是很福报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这种亲切就对了啊。一般女生没问题了，男生的就变大啊，那这样就不容易，那手就粗啊，所以女人有时候手细，这个意思。所以用手摸洗师长父母身体，所以我想各位有机会啊，去老人院帮老人洗澡，啊，多大的功德啊！把他不好的洗掉，又帮他抹香油，啊，这样就慈悲柔软，摄取亲疏，不管你的亲人乃至你不认识的，你都愿意来帮助他，手足柔软相。如果哪一天各位你去握过卢须长老的手啊，哎，我师父他握你的手，好像没骨头，这个叫柔软，没骨头啊。你摸到他手，觉得他没骨头这么柔软啊，这么细。有些善知识都是维系相。第11，哎，身毛向上迷相，常化众生，令修师戒一切善法。回去拿放大镜看，
佛陀的毛细孔的毛肉眼看不见啊，但是呢每一只都是朝向朝上，而且朝上还右旋，就像佛陀的头发，佛陀的每一根头发都是右旋右旋，所以它一卷一卷一卷这样向上右旋啊，所以经常教化众生，希望大家布施，希望大家守戒律，希望大家孝顺父母。所以我想后面这个是最重要的法，前面只是一个表象，不管你得到什么相，但是重点佛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去做这些善事啊，不要懒惰，经常的愿意的主动的去教化引导众生，大家要布施，大家要守戒律，这个就是升天之道，让别人不痛苦，不要堕落三恶道，布施持戒为升天之道。戒律就是不伤害众生，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这些啊。第十二，鹿王揣相后腿，自心听法，自心说法，为坏生死诸过救故，表一切罪障，消灭之德。这个鹿的后腿特别长啊，而且肌肉庄严好看，所以一个人啊，他的腿后腿很长很细啊，不是说细，就是说中间没有缝，鹿王揣相啊，肌肉很好看，没有什么静脉扩张啊，肥肉一堆啊，没有这些啊，叫鹿王揣相啊。为什么呢？自心听法，像各位现在我在听法师上课叫自心听法，那上课的人也要专心叫自心说法啊，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大家都是真诚的啊。为坏生死诸过咎，因为生死有很大的轮回痛苦，希望大家脱离解脱生死。那如果你有这个相，一切罪障消灭之德啊，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腿长长的好庄严啊。不过现在女生有个麻烦了、啊、腿长长庄严就要穿热裤，我你弄不着我腿碎，这就造业了啊，回去要跟你女儿讲不谈安的呀啊。所以我们不希望去引起别人的欲望，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只是希望有庄严可以了、第十三，身方圆相，如尼居陀树王，常施一切众生病药。所以佛陀的腿，所以你就看卡通影片，日本人画的腿很长，身体对不对？方方的，很庄严，看起来很好看啊。身方圆相，所以如果你的肩膀很小，也要忏悔。对，佛陀的腿细，但是上面的方方的，看起来很庄严啊，就像一棵直直的树，尼居陀树很高啊，很直。为什么？经常布施一切众生病药，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做做药师烟供啊。那各位呢，更要直接布施药去贫穷的国家、海地、非洲啊。那乃至像昨天啊，以后各位要记住，供佛斋僧法会，那你就要跟主办单位说，我准备了3000罐综合维他命啊。叫供养师父啊，哎呀，他们已经帮你发完了，对不对？乃至你自己发都可以啊。你要是参加法会，你准备100瓶也没关系啊，就100个走过，你供养师父一人一瓶维他命 C 哦。你跟他讲哦，素食的哟、哦。啊，每一个师父吃素的人就缺乏维他命 B， 知道吧？但是现在维他命 B 呢，大部分都是动物胶质的就做了。但是现在慢慢有人做植物的综合维他命 B， 对吃素的好，那这些法师们就供养他，对不对啊？所以像我经常感冒，所以我送人家都是感冒药，每一个法师我都送他一瓶你不能哦露露啊。现在还有更新的哦，名字我念了忘了，每次我都送啊，因为这法师不要感冒嘛，对不对？所以那现在天天做药供，跟刚刚一样，常布施众生病药，那你将来身体方圆相啊，也叫金刚不坏身，看起来好看又不会生病。第十四，来守过七相，终不欺狂一切贤圣父母师长善友之事，离我慢
号会师，表降服一切恶魔，哀悯摸顶众生，就是你的手很长的意思，手长又一站起来就可以摸到膝盖，叫手过七相。因为永远不欺狂一切贤圣父母师长善知识，我们受菩萨戒不能犯四黑法。第一个黑法就是欺骗师父、叫黑法，那就菩萨戒就毁掉了、所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你连师父都会骗的话，那还谈修行吗？那就不能谈了。师父说啊，拜一千拜才去睡觉啊，然后明天早上问你有没有拜，呜啊，小沙弥的呜啊，一早就给捆了，那这叫欺人。那因为出家人不能骗人，你骗人就不能修行了，因为不可能叫师父在你旁边看你拜一千拜啊，他只是会这样交代你啊，但是绝对不能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代表离我慢，好畏师啊，这个人不会骄傲，很喜欢亲手布施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拿的东西亲手布施给贫穷人，亲手布施给流浪狗，哎呀，这也是手过期啊，蹲下来哦，喂那些大肚鱼啊、流浪狗，对不对？贫穷人亲手拿过去啊。那如果这样，表降服一切恶魔，手一拿出来，魔就消除，而且哀悯摸顶众生，替人家加持。第十五，来，相王马因长相。见部位者能为救护，心生惭愧，不说他过，善护人罪，表寿命长远，得多弟子。大象跟马，你看不到他的器官，男女性器官，这样跟羊不一样。哎呀，羊就不好看，对不对？牛跟羊啊，他们就产乳，就像不好看。但是呢，马跟大象几乎很少人去分这只。各位，你没有看过大象的乳房啊？没看过，你也不会去看到大象的那些啊不庄严相。象跟马有这个特点，所以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就算他吧没有穿衣服，他也不会让人家看到不清净相啊，他也没有男生或女生的这些性的特征，没有啊，很庄严。所以为什么呢？看到恐怖畏惧的众生会救他，所以各位要去放生啊，帮助这些被欺负的人啊，啊，再来心生惭愧，不说他过，永远不会去讲别人的过失啊。别人骂你，我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好，不好意思啊。但是一般人都是这样，他批评我，我就骂他，是哪里不好不好，自己没惭愧心啊，所以心生惭愧，不说他过，善护人罪。啊，别人犯了什么不好的不公开讲，那如果这样代表长寿，代表弟子多啊。各位很重要啊，如果像我师父常跟我讲，觉光长老跟我说，哎，我传法给你啊，我现在是天台宗，传法给你，你要多收弟子啊，那代表你能够把这个法弘扬下去，千万这个法不要断在你手上啊啊。所以我们他就叫我们要多收弟子啊，这样把佛法传播下去，就这个意思。十六，哎，皮肤柔软，一一孔中一毛生相，清净智者，乐闻乐论，闻已乐修，乐至道路，除去棘刺。所以佛陀的皮肤柔软，每一根毛细孔好像只有微细的，要很仔细看一根毛这么好看。清净有智慧的人很喜欢听闻佛法，很喜欢讨论佛法，然后呢听完以后就老实去修。不但如此，走到哪里乐至道路，喜欢把这个路大家走路的都把它做好啊，除去荆棘，把这些会障碍人的啊交通不方便的主动去除掉。所以我们去海边放生，最好顺便捡捡那些脏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去散步啊脱脚啊，不希望他脚受伤啊，啊，所以，但是各位很重要啊。有些人虽然喜欢修行，但是他不喜欢接近善知识，也不喜欢听闻佛法，然后呢，也不会老实修，他只认为我修这个就好了，你那边听，我不想学，我就一心念佛就好了，我就一心打坐就好了，我不想接受别人的，那就没办法了，
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接近善知识，而且喜欢听闻，啊，喜欢讨论。虽然我现在不能接受，我喜欢这个，那你为什么要做？你要给对方跟你讲为什么，得到什么利益？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不喜欢我就不要做，不能如此啊。第十七，哎，身金色相。常思众生房舍卧具饮食灯明离诸粪秽，能令瞻仰之众生厌舍爱乐，灭罪生善。佛陀的身体，我刚刚讲了，脱光以后，你不但不会起欲望，佛陀的身体会发光，像阿弥陀佛一样，身金色相，每一个毛细孔都发光。如果你看到佛陀的身体，所有的欲望统统不见了。啊，只想瞻仰，不可能起欲望。为什么呢？永远布施、房子、卧具、饮食、灯明，特别对出家人啊，施施供养，甚至没有灯的地方多点灯。再来，不生气很重要。你本来脸亮亮，一生气就暗淡了，不庄严了啊。所以啊，离诸粪秽，不生气，内心没有恨。现在很多人喜欢抱怨，抱怨就会恨。啊，因为不喜欢才会抱怨，才会讲出来，那这些要去除掉。所以，那如果你将来有这种外表，那别人看到你，哎呀，就去除欲望，消灭罪业，生欢喜心。就像我们很多人看到大宝法王，哎呦，看到就跪下去了，灭七世罪，七世不堕落三恶道，外表而已。我去花莲有一位有钱人，他跟我说，师父，我只看大宝，看到电视，我就还没去看到他，我已经哭得死去活来了，啊，非常的感动。他现在什么都不听，每天早晚就是伽马巴在念经。他说我只要听到他声音，一切 OK。他还没有去看到他嘞。我说你怎么不去看呢？他说我不敢去啊，为什么？我一去我就不回来了。他说我一去我绝对不回来了，我不离开他了，啊，他已经决定了。所以各位。那个，你看，大宝法王是佛啊，他有这个相，啊，身金色相，啊，所以一看到他的外表都会这样的。翻过来，快念完了，十八，来，七处满相，双脚，可撑之处不生嗔心，乐施众生随意所需。七处，双肩、颈、双背、双脚，都满相，就是看不到骨头。各位，你等一下回去试啊，你手放下来，中间不能有缝。佛陀的手放下来，他这个不会有缝啊，放到膝啊，摸到膝盖，中间不会有缝啊。七处满相啊，不像一些现在很多减肥，减到按骨那种按公斤。都是那些筋肉骨头很恐怖的啊，所以佛陀不会这样啊。可撑之处不生嗔心，刚刚讲过了，本来这个世界很多你可以生气的事情，本来你要讲不完，对不对？但是一笑置之。有些人是这样，我共金刚扣，今天你受到一点委屈，转世改弄来摘，因为你要发泄，还传简讯呢啊，还表达你的生气，那你将来就，哇，这下可完，七处不圆满，那还得了？再来，乐施众生，随意所需，别人需要什么，你就尽量的给予。第十九，来，缺骨满相，善人分别善不善相，圆无错谬，不说不义，可受之法，口常宣说，不可受者，不忘宣传。这个讲的就是佛陀从头到脚了，从头到脚，啊，缺骨满相，刚刚讲，连手都没有骨头了，连摸头，佛的头都是圆满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家人理光头以后，哎呦，那种坎坎坷坷，不容易理头，连那个都会阻塞，一弄掉脚头，啊，就不圆满的意思的，所以。各位，你回去啊，你的手一弄，最好看不到骨头啊，这样很好看。脚也一样，啊，叫缺骨满相。当然现在没有，因为不是佛嘛。但是你现在好好检查，三十二相，
如果你这一辈子受菩萨戒，一般在你身上都有一两项啊，甚至还有八十，有一个菩萨问我，师父，我等你检查，我规身躯拢无黑，没有痣，没有痣，这也是佛陀的一学相，身体没有黑痣，如果有只有红痣，啊，所以佛陀有红痣，有这个啊万字相啊，所以善人分别善不善相，就是说该做的不该做的，从小就清楚。有些人不用读书也知道这个对跟错，连去拜拜也不会走错道场。啊，讲话不会讲错，不说不义，讲的话一定对对方有帮助，他才会讲。咳嗽之法，口常先说，这个人可以接受的，我跟他讲；这个人不能接受了，不要随便讲。啊，因为反而他将来毁谤不好。第二十，来上升二十一，颊车皆如狮子，就是说佛陀的上升，还有他的双颊。啊，佛那个大狮子双颊就好像比较威武啊，皆如狮子来，自无两舌，教他不为行人和，远离我慢，表威荣高贵、慈悲满足之德。所以佛陀的上半身双颊，所以你去看大乘的佛像，佛陀的脸都这样，比较圆满啊，脸颊比较圆满。那永远不背后说别人是非，自无两舌，还有劝人家说，这个很重要哦。别人像今晚人咧跟你讲，哎，我跟你讲，某咪人安怎，啊，你给我讲我清楚，我听不清楚。又喜欢听人家讲是非，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新闻，哦，八卦八卦八卦，赶快看头版喽。那佛陀不是了，自己不但不讲是非，劝人家不要，你不要讲，我也不听。啊，教他不为，所以行人和，远离我慢，啊，人数宽和，远离骄傲，这样啊，表威荣高贵、慈悲满足之德啊。所以各位，古时候人要用人，结婚都要看相的，不是看八字，也看相，看这个人相。古时候选国王，在印度都是看这个相的，这个人这个相适合做国王。古时候国王娶老婆也要看相，不是国王喜不喜欢，这个人适不适合做皇后，我们国家才有福报啊，要看这个相貌嘛。那这个相也代表一个德嘛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来，四十尺，此白净相，此奇密相，以十善法教化众生，众生受益，心生欢喜，常乐称扬他人功德，表能清净和顺，同心眷属。啊，十善法最重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悭贪，不嗔恚，不愚痴邪见。不但自己这样做，用这个十善法来影响周围的人，教化众生。那众生接受你的十善法还很欢喜，所以你首先要对他布施爱与力行同事，不然他不接受啊。不但这样，常乐称扬别人的功德，赞叹别人的好处，随喜随喜，赞叹赞叹啊。那你如果有这三个相，四十根牙齿，而且牙齿白清净，而且中间没有缝，不用用牙签了，如吐如大汤啊。佛陀有这个相，我见过一个老和尚在敦煌，敦煌九十几岁，九十四岁，四十根牙齿，九十四岁没掉牙齿啊！因为这个老和尚一辈子日中一时不随便讲话啊，所以他得到这个相，所以嘴巴经常劝人家做好事，修十善法啊。二十五，来。四牙白相，修欲界池，乐施善法，能吹破三毒。四牙就是上面两根跟下面两根特别白跟庄严，叫四牙白相，代表你在欲界里面修慈悲心啊，经常在想了如何利益众生啊。如果这个四牙白相现出来，代表贪嗔痴已经消灭了。第二十六，来，胃中最上胃下，不待求已，然后方施，如己之子。所以说，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去结下安居，然后没有居士供养，他们就吃那个马在吃的饲料叫马麦，然后每一个人都吃不下去，哦，赶快吐出来。然后佛陀吃，很好吃。舍利佛说：“佛啊，你吃跟我们不一样，你怎么那么好吃？”佛陀说：“我跟你们吃的都一样啊。”舍利佛说：“我吃了那个马在吃的，吐出来。”佛陀就用嘴巴挖一点来，不然你吃吃看。然后舍利佛一吃，马上整个身体发光。舍利佛说：“佛陀啊，我长大那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同样的马麦，进了佛陀的嘴巴，跟进了阿罗汉的嘴巴不一样。佛陀有这个味上味香，所以没有不好吃的东西，就这个意思。所以不带求已，然后放之。别人需要什么，你就主动给他，就像给自己的儿子一样啊。众记二十八，广长舌相。好，广长舌相，佛陀的舌头一打开可以盖到脸，然后呢可以盖到发髻的地方，而且佛陀的头顶，各位，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这块是不是软软的？每个都是，这块软软的时候代表他还可以知道前世，还可以跟旁边的成六啊这些土地公啊沟通啊。所以修行人修到一个阶段以后，他们叫开天眼，就这一块又软掉了，摸又软掉了。像我认识一个老和尚，舌爆的时候这一块就软掉了，上面还现一个莲花像啊。那佛陀呢，除了打开又莲花像以外，功德圆满，所以又有一块红色的髻啊，全红色的，然后冒出来，这个叫肉髻像。那包括广长舌相的因，就是因为自诚心受持十善法教，兼化众生，所以五戒十善是所有佛陀的教法的基本，包括所谓的菩萨戒也是由这个十善法所衍生出来的。所以我想每个人都要从这里面去认真啊，十善法不但自己受持，兼化众生，发弘誓心啊！我愿所有世界的人都修五戒十善，以大悲行回向法界啊！那你就得到这个广长舌相、肉髻相。所以我们很羡慕啊，释迦牟尼佛讲法不用麦克风啊，对不对？而且在远的地方，现在阿弥陀佛在讲法，如果你有天耳通，你都听得到。只是因为你没有天耳通，就像你没有手机接不到卫星讯号一样啊。佛陀讲法再远的众生都听得到，所以因为佛陀的广长舌相所现出来的声音。第二十九，来，梵音声相，字不恶口，教他不为，闻者得意。各位发个愿，不太容易哦，从今天开始不要骂人好不好啊，从你家里开始做起，不要骂先生，不要骂老婆，不要骂小孩子，不要骂你的职员工人啊，这真的是很难的啊。所以以后要骂之前，我常常讲先嗡嘛呢呗咪吽啊，然后呢用写的就好了啊，这是骂划不来哦，声音不好听啊啊。所以佛陀的声音好听，字不恶口，也叫人家千万不要这样做。然后以后你讲话闻者得意，只要听到你讲话都得到法益，不可思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你要修这个啊。三十，来，流亡干涉目相，以慈心慈眼及欢喜心施与其者啊。所以佛陀的眼睛牛王干涉，那个眼睛的颜色不是黑的也不是蓝的啊，而且每一个眼睛那个睫毛啊非常的清楚，所以以慈悲心慈悲的眼神欢喜心来布施啊，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厌烦，我不要多了，卖切瓜了，看到没有？啊，但是别人拜托你了，虽然你没办法，你还是要慈悲心。哦，对不起啊，我很惭愧啊，没有办法啊，帮助你，啊，我一定要替你想办法，啊，所以不用傲慢心啊，而且眼神要用这种像母亲看到儿子一样来对待祈求你的人。三十一，白毫相。宣说正法、实法，不须见众生修三学而称扬赞叹，感此妙相，殊常无耻。啊，就站在解脱道是无耻，站在菩萨道是婉转无虚名啊，不是无耻。啊，所以这个嘴巴经常讲利益众生的正法、真实法不虚，然后看到别人在修行，替他欢喜，戒定慧，称扬赞叹，然后。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称赞别人修行，大家才会修行。就像我们供花，你一直供养三宝，别人才会跟着你供养三宝。哦，三宝是这么伟大吗？值得我们这样跪吗？值得我们这样供养吗？他就会慢慢对他升起一个信心。三十二，来，胸有万字德相，不恼众生，不行障处，亦不拢系，无诸疾病，断除五欲，了脱生死。悲愿圆满，名吉祥海云。所以这个万字很重要。以前我们小孩子出世一定会在衣服上绣一个红色的万字给小孩子穿，他才会平安了，不生病了。啊，所以佛陀有这个万字像在胸前，因为不恼怒众生，不打众生，也不关他。啊，如果你有这个万字像，你就不会生病，无诸疾病，断除五欲，成佛多好，不会生病了。啊，而且断除爱欲了，了脱生死，悲愿圆满。后面有多几个，念一下来。后景相光相，大光相，已发大菩提心，修无量行愿而有，能除惑破障，表一切自愿，皆能满足之德。所以我们做佛像后面都有一个，对不对？佛光啊，这样来表法。那大光相，所以各位要发大菩提心啊！我一定要成佛，广度所有众生，而修无量菩萨行，发无量愿，就会得到这样。所以这个相一出来了，能去除迷惑，破除障碍，一切满足。再来，两翼下龙满相，与众生医药饭食，又智能看病。就刚刚讲了，一合起来叫不能有缝啊，叫。两翼下龙满相，现在都不会有缝，大家拢修不一样嘛。佛陀讲的是，因为他们都瘦瘦的啊，所以经常给众生医药饭食，不但这样，又自己能够帮别人医病啊。再来，坚圆好相，照相修塔，施无畏所感，表灭惑除业啊。佛陀的肩膀圆满，造佛像修佛塔，布施无畏，就是放生所感召的。再来，足福高满相，因为修福勇猛精进，表利益众生大悲无上之内德。那就是佛陀的脚上面是圆满的，但是不是骨头啊，我们上面是骨头，佛陀在圆满的摸下去是没骨头的啊。翻过来，后面还几个，把它念完。大直身相，一切人中佛身最大而直，乃以施药看病，持杀盗戒，远离骄慢所感，能令见闻之众生直苦得正念，修十善行。所以佛陀的外表是要灭众生恶业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看佛像。多做佛像让别人看，佛陀的相好庄严都可以灭除众生的痛苦啊！所以佛陀是一站在那边，每个人都会看佛陀的外表，佛身最大最直，因为不施药看病，不杀生，不偷盗，离骄慢，所以得到这个大直身相，让看到的人乃至所有众生去除痛苦啊，得正念，修持善行。最后一个来，身广长相，佛身众广，其量全等，以其常劝众生行三昧，作无畏施而感此相，
标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意。所以各位比比看，你回去照镜子，手打开，然后跟身体是一样的，等长的。这个意思叫佛身众广其量全等啊，就是说经常劝众生行三昧。什么叫三昧？保持慈悲心，保持菩提心，保持禅定的心，就是这样，保持正念，而且做无畏布施去帮助受苦的众生。所以表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后面有八梵音像，我们也一起念一下，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好的声音。一，即好音悦耳声；二，柔软音发喜声；三，和事音和杂声；四，尊慧音入心声；五，不女音无厌声。大雄之德，天魔外道莫不归服。六，不恶音分明声；七，深远音；八，不接音意了音，令闻者寻其语意，无尽无穷。所以佛陀用嘴巴说法，那我们将来要教化众生修五戒十善，那你要得到这么好的声音。所以不恶口，不两舌，不说别人的缺点，尽量的劝化别人，就得到这些声音。所以这一本呢，我想很多人都很熟了，但是很实在，希望大家多布施啊，印给人家看，写给人家看，然后希望大家都得到这个利益。好，时间快到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请问跳出三界是跳哪三界？知道的举手。跳出三界是哪三界？知道的举手。你们都客气，不好意思举手啊，放下。念一下，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叫三界。三界是什么？贪、嗔、痴，才有这三界。总共三界28天。我们是欲界的人道啊，欲界里面还有6天，所以跳出这三界，所以三界里面都是轮回，所以佛教叫三界活宰，6道流浪汉。我们修行就是要跳出三界轮回，跳出不是离开。你现在内心里面没有贪嗔痴，那你就超越三界了。这一点，如何没有贪嗔痴？大乘佛教讲了，背下是诸法空相。永远记住这句话，一切法毕竟空啊！行深般若蜜多时，要经常去看这些让你起贪嗔痴的，让你有分别相的，你要仔细的去看清楚它的组合，都是变化无常无自性的，你就慢慢没有贪嗔痴。不然你会爱男人、爱女人、爱钻石、爱那个、讨厌这个，这个就是代表都在执着，一执着认为他有一个爱跟恨、喜欢跟讨厌，那你就永远在三界里面啊。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想成为一个佛陀，就是具足了无上正等正觉，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现在，那你成为一个佛陀，才能够真实的有大圆满的智慧、慈悲跟神通力量去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要发愿成佛。如何成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要有空性，不离开大悲心的空性，这叫悲智圆满，智慧之良跟福德之良都圆满了，你才可以成佛。所以就是追求成佛，就是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再来，有亲戚现在住在精神病院，请问如何帮助他？一定要，现在这个时代精神病会越来越多，而且往往精神病都是脑筋比别人好的人，比较细心的，但是因为他脑筋好，他执着比较强，要求别人比较多，然后就会崩溃掉啊。如果一个假八孔困八家，保证不会有精神病，对不对？因为他就随便嘛，那青菜都喝了啊。但是就是一个脑筋好，脑筋好就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啊。那所以不要刺激他，而且要吃药。再来，各位多帮他修功德。修什么功德呢？印经典给人家，或是有人要修行打坐，我们护持他，让他们很安静。有精神病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办法会，他把法会弄翻了，然后他吵到别人，他就会有精神的问题。
然后我们帮他护持法会，或是让出家人好好修行，或是你印经典，或是送念珠给人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都是帮人家精神安定的，这些方法有帮助。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密乘有个方法，拿甘露丸给他吃，而且吃的时候念完108遍嗡班扎沙多吽，然后叫他吃的时候要观想这个甘露丸就在他的头顶进入他的脑筋，然后把他的业障去除掉消除掉，这样这也是一个方法。再来，做不动产土地中介买卖，请问用什么方法才会成交？免了探金就对了。佛教里面讲就是要修福报啊，怎么修呢？当然很多种方法，那一间房子你要去那边做功德，做做烟供啊，甘露施舍啊，然后跟土地公拜拜啊，多谢阿弥啊，感恩你啊，啊，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事实上土地公指的房子是我的，土地公这样执着地基主，所以你做功德的时候要感恩地基主，要回向给地基主，然后自己要修福报，孝顺父母啊，尊敬师长啊，守五戒啊，布施，这是你有福报了。你有福报，然后在那个房子那边也修福报，刚刚讲了做烟供啊，啊，这边念地藏经啊，感恩的地基主啊，这样，然后你就会碰到好姻缘，这样，就这个人明明要来买这个房子，地基主都给挂出去，会哦，这个人要来买房子了，他一进去嘛，地基主就让他肚子痛，哎呦，不吉祥，就给摸背，哎，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师傅啊，我的挂顶背背啊，去去了老爸道，去去老爸道的也塞背，没塞背啊呢。我们不是房子不好，也不是你没钱，是那个地基主很讨厌你，那他就不给你助缘。所以我想佛教里面讲因缘和合啊，因缘人有福报，土地也好，这些有形无形的你都做好了，那就没障碍，成交就是没障碍嘛。那没障碍，你自己也不能有障碍啊。刚刚讲世间的福报要有孝顺啊，不妄语啊，做这些啊，那就可以圆满。好，今天。感谢我们里长，感谢我们收购，也感谢大家庄严法会。今天我讲了32相，是刚才翻到他突然要讲这个。我本来要讲一些故事，后来想一想，随缘吧，佛教讲随缘啊，我就翻到那边，然后就哎，就讲吧，啊，然后就把它念完了，相好庄严，32相。啊，所以愿我们读完佛陀的32相庄严的因果，以此功德回向，啊，愿大家得到美丽，得到财富，得到健康，得到智慧，得到慈悲，最后能够圆满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7月份孝顺月，自己要修忍辱，不管家里或别人对待你怎么样。我们不生气，7月份你一生气哦，你气一遍等于气10000遍，划不来。所以7月份我们叫教孝月，也叫明镜月。你所做的功德变成100亿倍，布施一块等于100亿，你做了一个恶业也100亿，那划不来了。所以要大做功德，做大忏悔，这是一个今年特别，这两个合在一起啊。所以我自己一样。每天我都要做功德，今天晚上没课，没课也要做功德。哎，我喉咙已经不行了，我还要做功德，3更半夜我还在做功德，啊，因为我更需要功德，我比各位搞的事业还大。我们那些牛啊、猪啊、鸡啊，那些堕胎胎儿啊，啊，你所有的跟你有缘的众生，都是你要，这是你的责任嘛，所以要累积更大的资粮功德。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我们来回向，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现世父母、六亲眷属消灾延寿，深信因果，同成佛道。
愿七世父母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永离三途得生净土，当愿众生得长寿健康美丽财富，发菩提心，同成佛道。代亚他班赞遮亚阿瓦婆达那耶梭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